你看，你一个人非洲，我们中国人都那么多人，上上下下的看你，对看看。来，您好，您好，菜包肉包有，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我有大米，有那个鸡蛋，是吧？对。那你们要结婚，你要娶个中国人。56。哎，我猜的对呀、啊！哎呀。Ooh. Wait, the breakfast spot that I was looking for is not around. Like, I'm not seeing them. But it's early morning, so don't worry. In China, early mornings, bruh, forget it. You'll get it. You'll get breakfast to eat. That shouldn't be a problem. And one thing, food, China, it shouldn't be a problem. Like,if you want food in China, you shouldn't worry, because foo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nd the timings ar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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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food. When you go on time, you get it. You go early in the morning, 8, 9, you get breakfast. You get what I'm saying? And then 12 in the afternoon, 11, 12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n also,in the evening, 5, 6, you get. Hey, hello. What do you guys have? I want to buy breakfast. You want to eat dog food? No, you have 早餐. This is 早餐. 早餐. What kind of 早餐? 肠粉. 肠粉. 这个是用怎么?什么做的？米做的。米。大米。哦，大米。哦。So guys, you see how that is made? 有大米，有那个鸡蛋，是吧？对。哦。大米做成的，这个白丝是大米做的。好，这个我看一下，然后我定是卖哪个啊 ？So guys, let's see how it's going to come out.She's making something here. I'm not sure of what it is, but let's see how it comes out, if we are going to get this or not. Let's go. 也可以加辣是吧？对。So guys, this is how it looks. Here. 打包。还有吗？还有吗？加点辣椒。So this looks a little different. 放大。放大。蛋肠。嗯。好。你看。一份两份。Pepper on it. 新收款八元。Guys, this looks good, but I've not tried it before. So let's go get something else, okay? 好。你们就有这个是吧？你们就有这个是吧？嗯，对。啊，好的。So they said they have only that, so I'll surely go to the next place. Wow, people are taking noodles early in the morning right here. Okay. Hello. Yeah, so I was telling you, village life, baby. It's great out here in China. This is village life, guys. Let me go at this side, guys. 早安，早上好。哎，早餐是在哪里买的？早餐，对。那吃什么早餐？那里就有。没有。啊，好的。哎，你好，你好。你们有豆浆吗？有啊，豆腐花。啊，给我豆浆没有啊？啊，只有豆腐花粥。我看一下，我看这个是什么。哎，这个我没吃过呀，好吃的，好吃吗？好吃，你也被说中国话了哈。对，会说，我还在学习，在学习啊。对，你们同他们老板娘教不是会讲普通话，是吗？对，多讲几句他就会说。你是非洲的？我是非洲，对，我是非洲。你知道非洲有很多国家是吧？对，我是一个西非的，西非，对，西非的贾奈，
加纳听过吗？那你们怎么那么厉害，有会说普通话呀？诶，我们在那个中国，我们在中国好几次了，长大的，是中国长大的。对，我们在中国是，我自己在中国五年多了。那五年多那么会讲，可以哦。是吗？是是是，那也有中国人也会英语，知道吧？对，然后我们每天就看中国人跟他们说呀、啊，对，然后。履历一点。你有没有25岁？我好眼光。你们呢？你们老了。我猜猜你呢？是56。哎，我猜的对啊！哎呀，有眼光你。怎么那么对啊？我也猜你对了，25岁有没有、啊？你走开，给人家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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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们讲话就可以在这里讲。啊，可以可以，好。要看他吗？对。好，然后呢？你呢？我猜猜是。看一下，看一下。是哪里人？看一下我们。59吧。还没到。还没到。嗯。差不多。差不多。55。差不多。55。还不到。到了。到了。55。到了，到过了。到过。嗯。53吧。54，57了，58，57，58了，57，58过年就58了。58，哎呀，哎，奶奶，奶奶应该是，你看奶奶，奶奶快，77，77呀，几岁在这里的？70岁，70，70，哦，好。拿好，我来了。那我试试这个吧，你给我这个一个，我试试一下。一个5块钱哈。哇，你好棒哦，会说普通话哦。谢谢哦。好牛哦。是吗？广东人说你好牛哦。好牛。嗯，对。好牛就是说好棒。好棒。嗯，好牛。我来这个广东这，他们叫我是多姐，是谢谢的意思是吧？多姐。然后呢？多写一下。多什么？多写。多写。哎，多写一点呐、啊。多写一点啊啊啊！好。然后呢？他们说你好棒，就是说好棒的人，好牛就是好棒。好牛。就是好棒。好哦，好牛。嗯，就是好棒。好棒的意思是吧？嗯，对。啊，好。然后你好吗？你好吗？你好吗？对。然后你好。你好。你好。对。好的。哇，那么棒啊！所以说这个中国话好棒。谢谢。一般都是发听不懂的是吧？我来的时候你们这边的发听得懂吗？你们说的话我们听得懂吗？听不懂。应该不懂。我说英语，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普通那个话。嗯、对。你会说英语？英语，对，我说我是小孩的时候都说英语。对。你们住在哪里？我住在附近，在南山那边。对，红绿灯附近那边。对。你给一个吧。这个来吧。啊，可以。你这个是绿衣的哈。对，绿衣的，对。拍照的哈。对。等一下，我们走到你们这个非洲这边去喽。可以。等一下，我们绿军给你朋友看到我们走到非洲去了。哎呀，上电视了，我们都走到非洲去了。好。对，哎呀，这个太大了，哎呀，可以，也可以。要打包吗？啊，打包，对。我们中国人没看到非洲人说过话，感觉很新鲜一样的哦。是吗？感觉没看过哦。非洲人很喜欢。那种香水，香水是什么？香水是很香的，没有馊味啊，哦，闻到很香啊，哦，知道没有？知道，嗯、闻到那个华强北那个地，华强北，对，那边呢、啊、好多黑人在那边，就是跟过啊，好大的，你给钱给他，给这个老板娘，多少钱呢？对，这边扫码，这边扫，你看好多少钱啊？4块啊，支付宝也可以是吧？可以，嗯，可以讲那个。好的。你看那么多人看着你，你没有，
没有看过你们这样子的人。哎，是吗？讲中国话讲的那很少看过。哎呀，是谢哦。你们，你是第一次看黑人吗？不，不是，应该很多次看对，但是第一次同你们说过话，没有说过，只是说过路看到。对，啊，没有跟他们说，对，啊，不敢同他们说话，人家打我。哦，应该不能。很流利了，可以了，流利是吧？就是说人黑，不是黑的是也是中国人的。哎呀！不是黑，应该是中国人是吧？哎，不是黑就是中国人了，就是说黑，哎，还是不是中国人？哎呀，我们第一次同你们讲话，中文就一半个中国人，半个中国人了。哦，你是留学了吗？是留学的，对。你在这里留过学就是学？对，嗯，是留学的。嗯，我们第一次同你们说话，对，没有讲过话，没有讲过，哦，我不敢同你们讲，怕人家打我。哎呀，应该不能打你，就是很多人有一些不会说，对，他们说英语，他说你听不懂，你说他听不懂，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不会打你，他只有走来走去，只有看他，对，看他就可以，但是他不能打你。你知道吗？他不能开玩笑的，哎，我开玩笑的。我知道，没事。打字是非，对，我知道，我明白。我们开玩笑的，你看阿姨这很喜欢开玩笑，我所以说同你讲。对，我知道，我明白，没事。对，非洲对，西非加纳，你看你们看世界杯吗？世界杯刚，上个月那个我的那个国家在世界杯啊，我们跟葡萄牙打。你们结婚了没有？我妹。那你们要结婚，要娶个中国人是吗？嗯，还会讲中国话。哎，你我中国话的要娶的老婆，在中国人说的普通话最标准。哎呀，好，我再找一个吧，我再找一个，嗯，啊！像你那么帅，哎，我帅吗？对。哎呀，谢谢，你们也帅，你们也漂亮。我们老了，都是老人家了。但是我知道你们，年轻的话就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漂亮是吧？漂亮应该是。应该是18钱也是一直刮啊，是不是？对，18到20，不是18，就是16到30，但应该是对，四十对。哎，现在也是啊，你看，现在也是看脸，现在也是。等你睁眼皮，哎，当众都算你嘛，莫哈。哎呀，非常牛逼！那你们听过非洲，你们有什么感觉呀？我的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看到他人那么黑哦，听不懂他话了。对，听不懂。但是话就是一个问题。你看你一个人非洲，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人上上下下的看你，看，哎呀，你好，哎呀，你好。哎呀，还是很受欢迎的，是吧？对，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啊，新年快乐啊！哎，新年快乐！我说的这么好，对，他说什么？他说他们说你普通话那么标准，谢谢爷爷。是了，他会说普通话就可以交流一下啊。我问一下，就是附近有地方可以买菜包吗？还是肉包吗？没包子买了，现在没有了。哦，他们回家。那我来是吃到了是吧？只有说吃这个东西，这个啊，肠粉，这是肠粉。哦。你们是自己开吃的还是做出来的？做吃来呀。哦，我做吃来吃的，但是。我怎么说，我住是很附近，我走路就是5分钟就到，还是，就在这关口，对，在这里，大楼大楼，这不是那么长，那么远，是附近的，在这个马路过去搞建筑，对，哦，然后来这是早饭，啊，对，走一走啊，对，走一走，是不是第一天来这里啊，过来啊，对，好牛哦。
谢谢。还有牛，牛是很棒的意思，对对对，哎呀，到你牛上天了，哎呀，哎呀，哎呀，说你好牛就可以说中国话，好棒，好棒，谢谢，哎呀，谢谢，好，感谢你们，跟我说，然后呢，感谢你们欢迎我来中国，然后来这个小区，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啊。好，我走了。好，多多关照这个老板娘。好，老板爷谢谢哦。好，拜拜。拜拜。OK. All right, so that was a beautiful conversation with these guys. Yeah. 你好。好牛 ，guys, don't forget, 好牛 means 真棒 ，which means it's good, like you are amazing and it's grea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o this was the only breakfast that I got because I was kind of late. I was kind of late, guys. But it's all great. 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说中国话嘞！看你那个生意好了。哦，你那个鱼是多少钱？鱼好多种鱼啊，有二十多的，有三十多的，有十多的。哦，什么价都有啊。虾三十块一斤啊。三十块一斤。虾。哎呀。好，附近也有早餐吗？早餐也有，也有。早餐啊？对。早餐那边啊。我去了，这么。没有了，有现在那个每一家门口那有早餐，今天都关门了啊，对，今天都关门了，还有小个了，在有早餐，也有啊，好，这里有，这里有啊，豆浆啊什么，啊，我要豆浆，豆浆有吗？啊，有我豆浆一个啊，吃吧，吃吧，不吃啊。有我豆浆，肉包有吗？菜包肉包有。啊，给我这个一个吧。So guys, I'm taking this. 四块。豆浆一个，然后这个，这个给两个吧。两个。对。豆浆要多少个？一个好了。对。六块五。豆浆一个。两个吧，也有那个鸡蛋嘛，那个我要那个茶蛋，茶叶蛋，对，茶叶蛋四个吧。Okay, so guys, this is the 茶蛋。刚好还有四个。一个多少钱啊？一块五一个。一块五。六块的零。嗯，好。还有其他吗？没有。Okay, guys, so I got this egg charge done. Let's enjoy, let's have a great time. 好的啊，走了啊，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啊！你好。哎，这里合个照怎么样？可以的。可以的是吧？对，可以的。哎呀。你来自哪里啊？我来是加拿大的。加拿大，这里合个照。可以。嗯，可以。So this guy wants to take a picture with me. 跟他吗？还是你？我的。啊，可以。这是你的儿子是吧？对。哎呀，他几岁啊？一岁半了。一岁半，哎呀。这是啊。好酷啊！你画展的不错。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拍个啊。嗯，可以。难得。嗯。来耶。哦，欢迎你来到这深圳啊！谢谢。来个正，来这个手势。哦，谢谢。嗯，好，没事啊。好，拜拜。Okay, guys, so that was it. Being the only black man in this place is just awesome. It's just awesome, guys. Being the only foreigner is just awesome. You see?
I was in the middle of editing a video and I was like, you know what, I'm hungry, so let me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boom.